现在是在这个高雄旗津的渡船所在旁边哦，我们可以看到我站的这个位置，你们感受到风非常的强势哦。在昨天高雄的时候呢，就很明显的感受到风的一个侵袭哦，风雨的侵袭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，就在渡船头的旁边呢。今天早上预计8点的时候呢，今天是初一，所以呢可能会大满潮。但在下上现在还有一些下雨呢，居民就担心说满潮之后呢，这个海水会溢提到这个陆面上来，然后呢。 就整个风夹带的风势雨势呢，会造成一些破坏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船只呢，都已经做好这个所谓的防台的措施哦，一台绑着一台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担心说这个台风会造成损害哦。那在这边呢，刚刚稍早之前，大概3分钟、5分钟之前呢，这些的海水都还没上来，很明显的这个速度呢，这个海水涨潮的速度呢，是非常的快哦，是非常的快。所以呢，可能在没有多久，在8点的时候呢。 这个中州三路这一条，前面这条大关渡这里就会被水给。那根据了解呢，在这个旗津灯塔呢，今天的时候呢，有间的这个风速呢是11级风，是11级风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。
在旁边的这个地方呢，在旁边的这个地方呢，有看到在这边让这个民众呢，要搭船的时候的遮阳帆布呢，整个鹰架整个被吹倒在路，车呢也都被吹了东倒西歪了，可见这个瞬间的强，强烈了，有多么的强烈。啊，今天早上非常媒体在这边见，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很明确的状况啊。刚好在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这个风势是非常的大，我们这边站哦，几乎就是会要注意。这边小编呢？现在三国台风呢，根据办的一个测得呢，它其实现在已经离岛上更近了。现在目前的位置呢，在5点的时候呢，是在这个高雄的60公里，它每小时呢由8小时的话，速度就变得稍微更慢了一点了。看到这个往北北东的方向来进行。不过呢，它的这个暴风中心呢，跟这个外围风速有稍微减弱了一点点哦，可能稍微减弱一点点。那这个7级的暴风半径呢，原本昨天是220公里，那现在呢，稍微缩小了，变成200公里，变成200公里。那10级风呢，原本是80公里，那维持在这个70公里的部分，维持在70公里的部分。那它中心的这个风速呢，大概有13级的一个风力哦，一个风力，它瞬间最高会到15级。所以这个风速虽然有稍微减轻，可是呢，其实你碰到它的时候，其实它还是真的很大，还是真的很大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ate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。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 商品，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，天天抗光抗老化，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